刘季出事了，陛下封刘季为康威将军，刘季不服，当众抗命，被张某押去见陛下，说是目无君上，论罪当斩。谁敢动我兄弟，就是动我刘伯承。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。大胆留言，能不能在陛下面前行凶？来人，保护陛下。姐姐，出事了，陛下攻坚陛下了。大哥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秀丽江山长歌行。